请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鲜香辣爽的农家一碗香哦，先去准备一下吧。今天配菜比较简单，先去休息一下哦。腌制一下肉片，葱姜、生抽、胡椒粉，抓拌均匀哦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打几个公鸡蛋。搅拌均匀哦，配菜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还有下入鸡蛋，一面鸡翻再翻一面哦，可以出锅了。辣油下入蒜尖，下入西红柿二星条，盐巴、鸡精、白糖，生抽、料酒，下入鸡蛋。哇，好香的味道，可以出锅了。酸的农家一碗香做好了，味道太香了，你们先尝一块哦，好好香哦，满水爆鲜，太好吃了。嗯，非常有咬劲，有淡淡的味道，特别香，越吃越过瘾，太香了。农家一碗香就是好吃，又简单又下饭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